领导是因为受的打击太大。什么打击？你看以前我可能支撑不过今晚。怎么支撑？师妹，是。此刻和他闹翻，估计他连哄我都不愿意了。陈彻说你晕倒了。副总，公司有急事需要你处理。那我先去处理事情了。好，我等你。继续吧，你会好的，没事。妈，席薇醒了吗？过去的时候他还没醒。妈，我是不是我不够喜欢了？不是，你会没事的，你会好好的。我舍不得。什么？妈，其实我特别怕死，我怕我走了以后席薇心里会难过，他还有很多想要完成的事情都没有完成。